哎呀，大家，我刚醒，现在差不多8:04。然后今天我很兴奋，因为我也有机会去长城和林默和 AK。现在我要去整理一下自己吧，所以一会儿见。哦，我很喜欢冬天，然后今天去另一个冬天过来。旅游也不算旅游吧，因为今天我们来长城。嗨 ，AK， Yo， what's up？ 很兴奋，走走走，我们去那个缆车，因为我们怕太累，但是我们会走回来，所以偷懒男孩 ，Let's go， 对。因为有一点冷，怕感冒的。叮，你看我们要坐那个缆车，那个 cable car。今天我其实穿睡衣来的，我们都没有来过。第一次，我们俩。最怕是怕这个。哇！为什么爬上去了？没有，我们马上就要爬了，放心。本来为什么他？这是中国要有长城，当年是用来防寇的，防那个敌人的，去保护自己的城市吗？对对对。来到长城，好的，今天我将带你去长城，走吧。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了，等一下，有一个小小的策划要给你们玩。我们现在有三个选项，你们自己一二三自己选一下。我选，那我选三吗？一二四，可以。这个有什么道理？不告诉我。你看多长，到那儿呢？三二，可以啊。好热，这根本就会冷呢。AK 来这儿 ，AK 来这儿，然后我们拍个照，三个人。刚刚是九层到台前呀，头顶个天雷呀，二喜山黑了。怎么了呀？刚刚前面说说山太黑。他雷大疯了吗？只扰一天的门没关的少女花，貌似没带鞋过的。联盟，你就对赛，我们几个赛？好啊。因为它是雪兔呀，它可能因为它阴冷，它吸收了。它在问我们有没有吃的，没有。Lady Go！ 你不能玩这个东西，你不能。
动力了，想去关东煮。很可爱。这个不太容易，但我比较怕。你是功夫功夫，但我怕那个摸盲盒。哦，我也怕，我特别怕。因为我会想象，我拍个照，这里很漂亮。好了。就是树一，谢谢大家。特产，我是泰国的特产，只有泰国有哦，不是，现在中国有了，就到小酒是泰国的特产，对吗？对吗？下山了，所以我们这个关键词到底是什么呢？你的关键词是好累啊，然后你今天说了很多次，哇，真的很累啊。然后我的关键词是好高啊，刚刚我才知道的，但是我一次都没说。他说哇，他说了很多次哎，哇，就在你知道这个以后，你还说了几次哇？你说一下哇。哇啊，加一次，再加一次。你刚刚说好累，你也再加一次。我刚刚说很累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发音不一样，发音不一样。要接受惩罚。哎，你拍个回眸的那个。可以啦。不要叫我的名字。不行不行，因为如果我去的话，我要给刘宇赚500块。拜拜刘宇。哎，开门！我以为我能买到吃东西。天哪！我再去。如果我去的话，我要给刘宇赚500块。山楂的冰糖葫芦很好吃。我去了三个，这个第二个，第三个。